你好，刘会长，很高兴看到你，请您说几句好吗？谢谢你。我是刘希，加拿大四川同乡会会长。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谭根议员的这个 barbecue 会。谭根议员这么多年了，为这个社区呢也做了很多工作，每次我们的活动呢都非常支持的，所以我们对他这几年的工作我们非常认可，感谢他对我们社区华人社区，特别华人社区做的贡献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